大家好，我是碧莹。大家好，我是艳丽。欢迎收看《飞跃世界 Go》。艳丽，你觉得故乡是什么？我觉得啊，故乡是你出生的地方，或者是你长期居住的地方啊。照你这样说，那台湾也是我们的故乡咯。人家不是常说台湾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吗？很多越南姐妹都这样说。对。对吗？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故乡就是越南咯。哦，这个是当然啦、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对我们来说，越南的故乡是什么。好，详细内容请看。归乡啦，中客乐。归乡啦，中客乐。故乡是川田杨桃。OK， 我们来讲解内容哈。归乡啦，中客乐。这句话的意思是，故乡是川田杨桃。归乡，归乡就是故乡，啦就是是。中就是串串还是串一声还是四声串好 OK 串它是量词的意思哈，就是用于连贯起来的东西，假如说是一串香蕉或是葡萄等等，那就叫中。然后壳乐就是甜的杨桃，壳就是杨桃，乐就是甜，形容词。好，刚刚那句话就是一首歌的歌词，歌名是归乡故乡。好，没错。那写诗呢，写诗的人叫做罗中坤，就是杜中君。然后作曲的是雅邦塔贾文石。好，我们继续写后面的歌词哦。家乡叫孩每年，家乡叫孩每年，这句话就是给我每天盼菜。家就是给的意思，乡就是我，叫就是盼，孩就是菜，每年就是每天或者每日都可以。好，再来的是归乡啦，đường đi học。归乡啦，đường đi học。这句话的意思是故乡是上学的路，那么归乡就是学过了，故乡啦就是是，đường就是马路，那đi học就是上学，đường đi học就是上学的路，đi是去走哈，那học就是学习，đi học就是上学，đường đi học就是上学的路。那第四句呢，con về rợp bướm vàng bay。con về rợp bướm vàng ba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回去时有黄色蝴蝶满天飞。那con就是我，về就是回去时，回去的时候哈。rợp 就是遮蔽， bướm 就是 bướm 蝴蝶的意思哈。vàng 这个就是颜色，黄色的。bay 就是飞嘛，那 rợp 什么 bay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满天飞。那 con về rợp bướm vàng bay， 它的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回去时有黄色蝴蝶满天飞。好，今天我们学到这里，下课之前我们复习一下哦。归乡là trùm khế ngọc， 故乡是串田杨桃。归乡啦，种客乐。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 ，email 给我们呢？拜拜，拜拜。